我们天天有肉吃，顿顿有肉吃。小姑娘，姑娘，咋了？哇塞，妈妈，你干啥呢？你咋从上面下来？那我现在那个窑都干了，我天天晒着它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你忙完没有？没，晚上嘛，有什么事了？哦，你看今天天气太热了。太热了，太热了。今天好像32度、33度。嗯，但是都多吧，你知道。我给你贴面膜吧，我们今天反正你中午的时候又不去摘草莓。哎呀，贴面膜嘛，贴什么面膜嘛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不贴。你以前贴过没有？没有，没贴过，贴面膜。你看你都没有贴过，怎么能不尝试一下呢？嗯，哎呀，不想贴那个了，都40多。哎，贴我个脸上浪费。哎，不浪费，不浪费，怎么浪费的？你等一下，我去拿。你把这个弄完以后，洗把脸。行，好，这是吧？啥味儿？是什么味儿？好好。哎呀，人家让我们这么多呢，好东西。你洗脸了吗？洗了。嗯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太阳马上就得长了。喂，你有短头发呀？你跟我一样没有头发的话就行了。嗯。或者是有长头发也可以弄到后面去，但是你头发短，所以要把它。多长时间贴上？20分钟，15到20分钟。啊，你这么长时间啊？你皮肤要慢慢的吸收这个精华，它需要时间的。它超过20分钟也不行，你知道吗？就15到20分钟，它要超过20分钟会把你脸上的水吸走。嗯，放了也不行，时间长了也不行。对。妈呀，啥感觉？你好，你是我。凉吧？凉，咱们不凉了。要么贴的跟我脚贴上一下凉。嗨，嘿嘿嘿，美女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接了。到时间了。有个好儿媳妇就是好。50多岁了，每天都面膜。这叫我也挺会多了，有会你的感觉。哎，洗一下去吧，行，谢谢，自己行了啊。洗个花了，白了吗？我看，白了。哎，我年的衣服就是那个贴的哈。可以。嗯，好了，你好了。我们吃饭吧，我饿死了。行，吃饭。来，今天早上做的核酸，就是爸爸来的时候给我买的。烤鸭，我给你看了啊。我们天天有肉吃，顿顿有肉吃。小姑娘，姑娘，咋了？咋了？你把我的水都忘了。哦，你说太阳能上的水？啊。哦，不是中午不是太阳能不能上水吗？不是，那是那个人家的，不是那个人家水，不用水啊。我看看。你送。妈妈那个上的水给忘了，都到下面来了，都流下来了，已经上去看一下。哦，5、6分钟就打满了，咱一下来20多分钟了。哦，你是在贴面膜之前上的水吗？没有。这是你刚刚晒的。嗯，是他刚才的时候，是那个脚用那个胶胶的，就是木料呗，就是湿不就行了哈。哦，好吧。
我们又要吃中午饭啦。到。这是爸爸给我买的烤鸭，这是早上炒的牛肉跟花菜，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汤，还有花生，吃吧吃吧。爸爸。啊，爸爸爸爸。你到底是爸爸还是抱抱？你这样吹的嗓子有点老了，你不有了，我，哎呦，来来来，我跳跳，快快走，跑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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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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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黑的，不是黑的，不是黑的，这是，刚来的时候不是黑暗的，这双鞋，这糊弄我的脸，回家去吧，我糊弄了，我忘了把它弄黑了，对了。行了吧，医生也打了，弄点水冲一下吧。没事没事，让他去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哈哈，不是嘞，腿疼吧？臭脚丫子！快看看娘娘，再说咋的？哎，我往后一点，我往后一点。再说咋的？好啊。疼吗？你再起来疼吧，你看他。惊吓！惊吓！不是，你早先，弄扶手。妈妈，我儿子应该是我的命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他被烫伤的时候，我为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笑？我可能是个后妈，我怎么？嗯，我疼了。好了。哎，没事，不是很烫。那个水回来，那个水不一样。那个水也不一样。